会学老鼠了你。现在的猫这样卷了没？会学老鼠了没？老婆小红书看到有人介绍这家餐厅，来试试看好不好吃。看看菜单有什么选择。奔扣新年期间熬夜多，吃两颗蛋补补一下。标准槟城人，一来先揣看炒果条味道能不能去。奔扣 order 的云吞面有点小翻车了，叉烧有点硬。吃一口面，我就吃一口面，吃一口面而已。吃不饱，第二转。好久没来这里吃阿年捏炒面了。欣赏阿捏捏大叔炒面，老板娘不想吃炒面，拿包辣死你妈给她吃，炸七号腿配辣死你妈，超奢侈。我的东岩超快熟面配炸鸡蛋终于来了，我交代蛋全熟，他忘了。鸡蛋还没有炒熟，等下回家应该捞晒捞到个锅里了。咪咪，咪咪。喵，喂，啊，肉肉在这里，说谢谢，说谢谢，喵，你拿着过去吃要肉好了，喵，真厉害，会学老鼠啊你。现在的猫这样卷了没？会学老鼠了没？好漂亮的尾巴！喵！喵！你哪里？超奢侈的老板娘，林北 order 给她吃七号腿，她拿去喂猫。看我喂，看你妹，你看我喂，看我家，喵，喵，喵，有点声音。